Hello， 大家好，到 Mitty 家里的秘密设计节目，我是阿哲。今天玩了一款新游戏，然后这款游戏非常的有名，名叫做 Grand Theft Auto 4。对，这款游戏大家相信很多人都听过。对，这个 Grand Theft Auto 就是简写就是 GTA 嘛。对，这应该越来越多人知道这是什么游戏了。对，就是我们要玩这款游戏，中文叫做《侠盗猎车手4》。对，这个《侠盗猎车手》呢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游戏，就是很多人都玩过嘛。它就是我会选这游戏，就是因为它就是很自由啊，就是玩法非常自由，然后就是什么 all you can do， 就是什么事你都可以做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不仅是一款有故事性的大型游戏，而且你可以随便你做什么。所以我就是玩这款游戏玩很久了，然后我就一直很喜欢玩，对啊，所以。今天就是打算来拍个实况这样子，然后为什么我要突然拍这款游戏呢？因为，对啊，就是先跟大家讲说，我可能沉默之丘不会再拍了，对，拍一集就是不会再拍了，因为考量到之后，如果以我之后的那种发实况的速度来讲，可能我这个沉默之丘又要拍上可能两三年说不定，因为对这个游那款应该是如果是以那种。故事性来那个就是一直破的话，那可能要这样破很久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大家就是没玩过，大家就是啊，不管反正应该有玩过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这款游戏也是有那个剧情的嘛，就是你要去破任务或者怎样子的，对。所以我打算我们就是这个系列不打算以那种破任务来当一个基准啦、啊，就是随便你玩，然后也可以拍，就是反正我们不以破任务来当进度了，所以对，所以应该不会。可是我们这个游戏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拍上无限级的，所以不一定啦。所以我们对这个游戏可能就是会拍上无限级的，不过没关系嘛，因为这款游戏真的是到处都好玩，即使你破完任务也是可以拍上好几集的。对，即使你那个就是随便乱搞什么，然后也可以拍好几集这样，这就是我喜欢拿这个来拍实况的原因。好，那我们废话讲太多了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对，然后先跟大家讲，我们这个游戏就是我已经玩过了，就是之前已经玩过一阵子，然后中间任务就是有破一些了，然后我也不打算重新破，因为我就跟他说过了，就是我不以那个破任务来当做我们的。拍片的那个，就是拍第几集的那种，对吧？不来当他的进度啦，反正有人知道我们就是来乱玩这样子。然后我们这款游戏它也是那个，它在美国也是算十七加，就跟《沉默之丘》一样。对，这个也应该是在它有一些暴力啦，有些是有暴力的情节这样子。对，然后《沉默之丘》是恐怖，然后有点血腥这样。这个血腥。有时候是会有，可是没有沉默之丘那么严重啊。至少玩那么久，没有让人家不就是非常不舒服的画面。没关系，如果有非常不舒服的画面的话，那我也可能会帮你剪掉。好，这应该不算不舒服的画面啊。反正如果有看不舒服的话，就可能那个啦，就是先暂时不要看一下子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们的家嘛。对，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玩法。这就是我们的家，然后。对嘛，出去，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电视。对，是看电视就先不要看了，我们就先出去。然后滑鼠就是视角，然后那个嘛，上下左右大家都知道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出去好了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然后按住 shift 再按 W 就是跑步的意思。然后这个前面这个人应该是个疯子，对，就不管他。然后对，你现在已经跟他讲说，我可能会就是。不以那个来当进度嘛，所以我们就是以乱玩来当做进度就是了。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 GTA 4的 mod 就是对它有很多 mod， 然后真的可以是增加很多的乐趣，所以我就装了很多 mod。对，装这个 mod 就倒是大部分都是作弊用的啦。对啊，所以我有时候可能玩一玩也会作弊一下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因为我就已经跟他说我已经就是不会诚实的玩了嘛，对啊，所以我可能会有时候就会作弊一下，对。然后，那我们不要讲太多，那我们就对一开始大家都知道嘛，其实很有名就是要抢车啊，就是你按一键就可以上车或是抢车的动作，对。所以，可是这边一堆警车，所以你一抢车，他们就会来追你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抢，按一键的话，哦，
关错了，是按 F 键，不是按一键，按一键是那个计程车的。对，你看，这样就赶他走了。所以这个算暴力吗？其实也不算啊，不过好像又有点暴力。还好，对我来讲还好啊。然后你看这个右上角的星星，就是那个你的通气的指数，最高六级，然后现在只有一级嘛。六级的话会很恐怖，就是警察会一直追杀你，直到你死掉为止。对，现在还好。现在如果然后你看这个左下角地图，对，这就是那个红色就是警戒区域嘛，对啊。然后你只要穿过那个警戒区域，太过一阵子它就不见了，对啊。所以这个还蛮方便的。然后左下角仪表板是我装的，我装了 mod， 然后对，这是其中一个 mod 嘛，然后。这边就是，其实我现在毫无目的，不知道要干什么，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我是怎么玩的好了。对，然后这个广播好像有点吵。啊，对啦，这个滚轮键，滑鼠滚轮键可以调那个频道，可是好像没有关掉的那个，对啊，没有关掉的按键。啊，没关系啊。然后这边就是收费站嘛。然后就可以过去，其实你要闯过去也可以啊，可是会被通缉，啊，被通缉也没关系啊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毫无目的的去走，我现在我不知道我要干嘛，完全不知道我要干什么。对，然后我开车技术很好的哦，我开车技术超好的，这是我练过的、哦，呵呵，反正就是很会开车了，不要这样子讲，然后一下就撞车好了。这有些这种反应会让我不想撞到他，不小心哦，是他们自己过来。啊啊啊啊！哦、啊，然后你当然可以撞人啊，只是，可是，对 ，I'm sorry， 这个，然后你撞车的时候，他那个车上也会出现血迹，现在看不清楚，有时候会出现血迹啦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干嘛？我也不知道现在要干嘛，还是跟他介绍一下基础的话。那我们就，然后撞车的话，车体会有损伤的痕迹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就是如果撞到其他车或怎样的话，这一段它都有损伤的痕迹，像是这样子，这样，对，然后别人也会受伤，然后别人会那样下车，啊，我撞太大力，然后他对，有时候撞到那里他就倒地，然后就昏倒了，对，然后有些你看有些撞小力一点，他就会这样子。然后那个下车来呛你，然后呛你一下就走掉了。有些男生会过来打我，只是这个女生不会就是了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这样子。哦，我的引擎盖飞掉，哈，哦，我刚好像惹到警察了，所以又多一个事。没关系，我们就照我们正常的方式来走一下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样是好烂。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其实真的就是毫无目的的走，对啊，对，然后先跟他介绍这个啦，就是你按到那个 menu 的时候，他就会进去那个就是地图界面，还有一堆东西，一堆设定什么的，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一堆东西，对吧、啊？还蛮不错，好玩的东西，像这些就是那个啦，就是那个你要破任务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叫什么的，对啊，反正就是有那个英文的。字的地方，那我们现在先去破个任务好了，反正也不知道干什么。那我们就先破这个，对，按右键的话，它就会帮你导航。对，然后不要玩这辆车啦，这辆车太烂了。那我们就是对，跟他介绍我的 mod 之一，就是这个右上角的东西，这个超方便的，跟他讲，这个可以就是一堆功能，这个真的是很方便。甚至我要车子嘛，就是我要选好一点车子。然后就选，然后就可以按了，像是这一辆，对，然后这一辆也是我改的，这个蓝宝基尼也是我改的，这个是那个 mod 啦，就是我装 mod 然后去改的，还不错。那我们就是搭车，然后过去，然后慢慢跟他讲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嗯、这样子飙超快的好不好？根本啊啊啊我啊我很会开车啦，反正。然后这辆车的缺点就是轮胎很容易卡住，然后之后撞车之后就发现会有胎痕，就有轮胎的痕迹。对，这辆车好像有点困扰，没关系，我们换一辆车好了。
这车是比较慢的跑车啦。反正已经告诉大家，我一直作弊了，因为这种，对吧、啊？这个作弊才好玩啊！啊，其实不作弊很好啊，作弊只是抓一点趣味性或者怎么样子，对吧、啊？之后会跟大家慢慢展示一下。大家应该比较想要，比较想看我拍这个胜过那个吧，胜过那个《沉默之丘》吧？对吧、啊？因为《沉默之丘》我看没几个人看了、啊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拍这个，因为感觉这么辛苦，而且不拍还是怎样子？啊，是这边了、哦，这边算了，这个我过不了，这个任务过不了，那我们去其他地方。啊，直接跟他讲，这个任务过不了，囧了。那我们就破另外一个任务好了，没关系的。然后对，可以看到那个地图左下角的地图就有那个大号，就是你的绿线就是你的那个档的路线，这样子吧。对，所以就是档哎。啊，然后这个绿色的人好像是随机的出现的一个人物哈，他也是任务之一啦。然后对，然后跟他就是好像破完之后会有成就什么的，那我们就是先下去跟他讲话一下，他搞不好有什么事情就是讲，应该这个人没错，对，然后他就有任务了。Hey, oh yeah, go like you know who he is, rude boy. Chuck, you don't know who he is. Bad man, what's up? 对，然后我觉得他废话讲太多了，而且刚有点小宕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按一腿就可以直接跳过他的对话。反正他讲的话我也听不懂，因为好像有腔调的样子。对，反正这种东西是不用那么专心去听的。对，然后虽然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，我们就照着路线走好了。他是说啊，对不起。然后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对，反正应该是要去那个打人了。哦，我的引擎盖差点飞起来，好险好险。然后我们就要绕着那个路线去走，那我们就绕着路线去走嘛。然后他们讲话我都听不懂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在听的啊！我差点撞，你看，我其实我开车技术很好吗？嗯，好了，反正就是我们就过去了。啊，这个我们来抄近路一下好了，这应该是可以通的。对，有时候我会不听导航的话，然后就直接这样抄近路。啊，这个车级其实很多啊，其实也超不了近路。啊，他那个人好像在呛我，你敢呛我啊？哦，好了，然后基本上我们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了，对，然后往这边走，然后再往这边走。好了，我们到了 ，Take out the sucks， 是叫我们出来的意思吗？还是叫我们啊？对，然后那个你看那个右上角，我们的枪变999，这也是改的啦，对吧、啊？你可以用很多种方法，像是这种枪嘛，然后右键瞄准，按左键就射击，然后瞄准头就这样一击必杀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这样直接射就好了。反正我们有无限的弹药啊，还有。好了，反正就是右键加左键瞄准加射击，然后这样就结束了，是吗？因为这种人的任务都比较简单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又宕机了。我发现一路那个就变有点荡荡的，没关系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样就过了，非常的简单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个任务就这样子完成了，很简单哦。对啊，哎，刚怎么怪怪的？我发现这个，加上那个荧幕录影的时候，它就会变有点怪怪的，可能是因为效能的关系。那我们之后再调了，对啊，所以就是这样子。那，对，这样好像就结束了。那我们，哎，我们好像多了一个那个任务是吗？还是本来就有了？本来就有了。那我们去那个。啊，我们就是再跟他介绍一个东西好了，就是这个，你按方向键按上的话，就会出现那个打电话功能。对，这个 GTS 新增就是那个具有手机的功能，就是可以打电话用手用，很方便。
对，然后这个手机也是我改出来的，这个猜看它是哪一支？对，不是 iPhone 啦，啊，对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就是可以看什么，然后可以打电话给别人，就约别人去玩或是怎样子。那像我们可以去约这个哪一个？Roman 啊 ，Roman 是我们的那个，是我的表弟的样子。对啊，忘记跟他讲我们的主角名称，主角叫 Niko 啦 ，Niko。对，听这个名字有点像女生啊，不管，反正就是可以带给他做一些事情啊，像伊挺就好了。我们简单就叫他去伊挺就好了。对，然后我们的车子，对。看起来他不在，他刚讲那样就是代表他不在的意思。那我们就约其他人，反正现在是没有事情可以做啊，这不能做什么，有些事情是不能，有些人是不能做什么的。这个等一下好了啊，那我们找他来那个 drinking 好了，喝啊，应该是喝酒，完蛋了。Man, how about we go for a drink?但是我怎么刚说完蛋了吗？因为啊，对啊，那个左下角他那个，如果你要是怎么样，他就会有那个，他就对你表示好感，对吧、啊？然后为什么说完蛋呢？等一下，你看我们喝完酒就知道，就是什么叫做完蛋。啊！我干嘛找出约他来喝酒？真烦哎！啊！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应该这样子。大家就等一下，大家就知道了。对，然后我现在开车看很快，超爽的啊！这种感觉，不要撞车就还好了。好，安全落地，没有怎么样。啊，好可怜哦！一辆跑车就被我撞成这样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。然后我们这那个 GTA 拍大概一集就是，也是20到30分钟，视情况而定。然后这个 Bruce 嘛，你按 G 就是喇叭，对，你车子按 G 就是喇叭。虽然我刚好像听不到喇叭的声音，为什么喇叭？啊，好，没事，不好意思我。哦，有啦，就按 G 就是喇叭的声音。对，然后那个地图就只剩那个酒店，那我们就去最近的一个酒店去好了，这个比较近罢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去吧。啊，为什么用啊？这样绕一遍，直接这样绕进入就好了。不要那么遵守交通规则了，这种东西警察不会管的。对，那我们就是直接冲过去好了。然后他们又在扯淡，就是在聊天。他说他英文不是很好受。撞到那个油浆，我不管他了。然后我们车子应该还好。好，那我们就过来了这个地方。哦，我的引擎盖还是飞掉了。好了，反正我们就是下车了。然后，对，为什么我说完蛋了？因为他们喝醉了。然后他们就是要带他回家 ，take Bruce home。那我们现在就要上车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上车。好，然后大家就会知道什么叫完蛋，因为他那个视角会整个操控会变得非常的困难，像视角会那个移动的，而且你按那个你暂停，他有时候会弯弯曲曲的。所以有时候很困难的走，然后就很容易就去那个，很容易就是被那个撞车或怎么样。然后警察放我酒后驾车的样子，他开始来追我了，那我们就赶快走吧。躲警察我最会了啦，开车都难不倒我了，躲警察有什么困难的？对，然后一下就带他们回家了。这段路程还好啦，只是有时候要其他人去那个喝酒，然后要那个看酒的路回家就很烦，因为就要一直撞来撞去这样子，对啊。然后这个宕机的问题嘛，这个等一下再处理好了。
这个可能之后再整理一下。对，啊，反正就是，这样子让下去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让 Brucey 感到好感。对，这个人叫 Brucey， 然后现在居然还是，啊，现在还好了，现在，对啊，然后在他晚就不会喝醉了，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怎样，反正就这样就不会喝醉了。然后我们来找刺激的好了，我们来抢警察的钱好了，抢警察最会啦，这么简单，这个，不然你可以随便去惹别人，那怎样？不然你可以随便就是吸引警察过来，那怎样？像是怎样？是他。像射了他就可以这样子，就可以直接那个引警察过来，你看，就可以这样射他。虽然这样有点残忍了，只是警察为什么还没来？然后你看这样子，他就会很胆小的这样子躲起来。哦，警察来了，我们警察终于来了。然后这个人你还可以继续射，不然他已经死了，我们就不要这样管他了。我们可以尽量让信心提高，这样变很刺激。然后他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跑走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哦，他们怎么这样？不要跑，不要跑！然后他们好像来了，哎，过来了，就是要找你啊，就是要找你。好，我们三颗星了。然后这警察怎么会死啊？反正就是一直狂射就是了。不要跑！你要去哪？警察，你去哪？三颗星呢？我啊，对，超香金直升机就会出现。走开啦！走开！我刚把车门弄掉了，管他的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，走开！然后按 G 就可以让那个警笛不见。去死啦！去死啦！哦，我就是想要跟你玩啦、啊，我就想要跟你玩吗、啊？怎样？你去死啊！他似乎死掉了，对，因为他的喇叭一直响，就代表他死掉了，因为他就一直按喇叭，对吧？然后去死啊，去死啊！这样然后有点残忍，反正这就是 GTA 啊，对，这就是 GTA，GTA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玩法，就是像这样，就是一直去割警察。哦，四颗星的，很好，那我们就是继续走。我是躲得了警察的哦，我车子你看已经冒烟了，因为已经受到太多那个枪击，所以就会冒烟。哦，这样车好像比较好玩，这样车比较坚固啊，算是 NBA 的车还是怎样子？完，照射啊，照射不误啊，这防弹的，这啊开不动了。啊，其实我们有秘籍可以回复啊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就是现在就先不要回复好了啊！不不不，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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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死掉了。然后死掉就会出现这种黑白画面加上这种，对吧？死掉就会变黑白画面，就代表他死掉了。然后死掉之后，我们就会被扣钱了。你看这个钱就会渐渐减少，然后我们会从医院出现。对，的确就是这样子。那没关系啊，反正老子钱多的是。又不会怎么样，然后你当然可以打人啊，像这边有一堆武器就可以这样子打人，像是这样子，用那个棍棒来打那个棒球棍，可是不知道他会怎样，其实很少打人的，因为这样子太麻烦了。哦，警察，警察在这，警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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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，警察，加，警察，啊啊，赶快赶，拉走，哦，两个星了。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踹爆你！打死啊！不行不行，直接用射的比较快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。啊！然后我一下又三颗星了啊！啊！哎，等下我刚为什么要倒下？刚那个动作还蛮帅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考验我躲警察的那个躲警察多厉害就好了。对，那我们这现在就来躲警察。这也是玩 GTA 的一个乐趣，就是你可以就尽量躲警察，然后再去对，尽量去惹警察，然后再躲警察，这是一个好玩的之处啦，就是看你的多厉害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躲进公园，这样子呢就不会进来了，他们就比较难那个了，
虽然有时候直升机还是会看到我。现在还在吗？可是我觉得我走那个星星还是在那个白色的状态，要在那个灰色状态，他们才会就是不易发现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太难对了，出去啊，出去，然后再以我的那个神开车技术，然后再出去这样子对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看车的位置啊。对，然后就这样子躲，就尽量躲啊。然后可以用蛇形的方式，然后躲进小巷，这是一个不错的躲警车方式。哦，圈圈圈，圈圈，我们尽量在圈圈之外。看那个星就变浅色了。喂，这什么？我们过去了。对，然后这样子再过去躲它。这应该可以顺利的去走掉它。这只就是漫无目的的去走啊！不妙，不能这样子吗？好，没事没事，看错了。不是啊，不能这样过去那个。没有，我们。我以为对了，我刚刚这样走的话就进入那个圈圈，没关系，反正他们已经不见了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大概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个 GTA 怎么玩，就是。对，然后大家喜欢玩 GTA 吗？对，我是觉得还不错，不过还是尊重大家。如果他太多人说不喜欢，那我可能就会选择改拍其他游戏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这时候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我们下一集就是看我现在只要做什么，就是好的事情会怎样。对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这是手套，那个裤子，不然那个鞋子在这边。哦，穿全套会变这样，有点。